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泰国旅游局与旅游警察局提醒所有游客，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拨打旅游警察热线1155，全天24小时服务。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泰国广播电台为各位提供的华语新闻节目。在最新的妮娜民意调查中，总理派通滩女士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总理对此表示感谢。这项民意调查显示，31.35%的受访者支持她的领导能力，认为她专注于解决公众关切，并推出提高国家福利的政策。总理顾问基拉玉表示，虽然总理赞赏政府的积极回应，但是他强调政府的成功应该根据其成就而不是公众舆论来衡量。总理重申他的政府需要解决紧迫的问题，并履行对人民的承诺。派通滩总理还概述了他让泰国摆脱贫困，并加强泰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愿景，敦促政府机构简化运作，并加快政策实施，为公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总理发表此言论之际，公众对他的政府提高生活水平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期望不断提高。他重申政府致力于为所有泰国人创造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另一方面，总理府事务部长基德彭女士表示，民调中 31.35% 的支持率是对政府继续解决公众关切和推进关键政策的鼓励。尽管面临挑战，政府在几项旗舰举措上仍然取得了进展，包括向民众发放10,000株现金以刺激经济的政策，暂停农民债务3年，以及将30株随时随地医疗所有治病的政策扩大到全国。政府还重点关注国际外交，升级泰国护照，谈判免签证协议，以及致力于国内改革，例如清洁空气法，以应对 PM2.5 污染危机。基拉彭女士补充说，对该刺激计划的积极反应与都市大学民意调查的结果一致。该民意调查显示61%的人支持该计划，使其成为政府最成功的措施之一。其他受欢迎的举措包括对受洪水影响的社区的支持，以及决定将烹饪燃气价格再冻结3个月。随着平等婚姻法案将于1月生效，政府计划将继续扩大其社会和经济政策。总理府事务部长基德彭女士确认，政府还将坚持实施确保长期经济稳定和社会福利的计划。外交部长确认泰国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意愿。外交部长马利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确认了泰国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意愿。马利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概述了泰国对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政策的承诺，
同时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挑战，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外交部长马利提到泰国在应对缅甸局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泰国作为近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促进和平对话的努力。他还明确表示，泰国致力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和加强全球南北之间的合作，并制定泰国寻求加入金砖国家和经合组织成员的框架，以解决气候变迁和国际稳定等全球问题。外交部长马利重申了泰国对人权的承诺，并强调了泰国作为2025至202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候选资格。他强调需要采取全球集体行动来确保人类安全和繁荣，并表明泰国是一个愿意与各国对话与合作做出贡献的国家。在访问期间，马利还会见了纽约的泰国社区成员，赞扬他们对泰国外交使命的支持，以及为加强泰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国防部增加了部队和重型装备的部署，以支持北部清莱府洪水灾区的清理行动。负责政府风暴和洪水救灾响应工作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探只是增派人员和机械协助清理清莱府美塞县地区严重洪水留下的泥土和碎片。这次行动由泰国总理佩通滩女士最近访问该地区期间建立的前方指挥中心负责协调。该指挥中心由内政部助理部长提拉拉领导，国防部助理部长纳德潘将军担任副主席。部队正在与当地官员和志愿者合作，清理被塞河泥石流淹没的道路和居民区。北部清莱府和邻国缅甸的风暴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在一些地区沉积了两层楼高的泥浆。虽然最近部署了武装部队，但清理工作的规模需要增援。目前国防部正在动用卡车、推土机、高压清洗机等重型设备，加快清除淤泥，恢复正常生活。目前正在加大力度清理主要道路、居民区和公共场所。官方的目标是尽快完成清理工作，并为受响的社区提供帮助。这项行动得到了国王陛下和王后殿下赐予的高压喷水机支持，用来清洁受泥石流影响的房屋和建筑物。新任海军总司令基德彭海军上将日前透露，海军将继续推动采购潜水艇进程，但必须得到政府以及国会的认同。军方将为提升军力付出最大努力，将按流程推动实现军方总体发展战略。新任海军总司令基德彭海军上将参加总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从上一任海军总司令手中接过了帅印。他表示，担任海军总司令任务十分艰巨，将全力以赴。对于海军推动采购中国潜水艇工作，他作为新任海军总司令将成立相关工作组管理采购工作，并将与新任国防部长加强沟通，解决国防部长对此事的疑虑，包括尽责任向国会相关委员会说明采购潜水艇的立场。他表示，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已不局限于泰国国内事情，两大强国摩擦日趋激化，泰国将难逃影响，所以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军方规划采购舰艇、潜水艇、装甲车、作战车、大炮等军备，将向新任国防部长说明其必要性，以形成共识。如果采购延迟，将导致国防实力下滑，但如果政府及在野党都能接受，海军方也不能勉为其难。新任海军总司令还表示，海军方采购潜水艇的方案已十分明确，将在得到国防部长的认同下继续推动。财政部计划争取年内开征碳税，财政部计划在10月向内阁提案，以批准征收碳税。
首批将针对石油和液化石油企业，随后是电池产品，同时推动国营银行支持企业转型为绿色。财政部方面表示，这项措施不会影响民众，因为不会导致油价上涨。财政部助理部长庞普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绿色金融政策应对炎热世纪》的特别演讲。财政部助理部长庞普表示，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有两个面向，首先绿色经济关系到生存，其次经济的生存。如果泰国不能够获得绿色认证，必然会面临当前的贸易障碍。在过去十年，与此相关的贸易壁垒增加了16%，这表明如果私营企业不向环保生产迈进，企业将难以生存。全球舞台将绿色环境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贸易壁垒，使泰国的发展变得困难。如果我们不自我提升的话，他指出，泰国必须面对的重要里程碑和承诺是，到2030年，泰国必须将碳排放量减少30%到40%，而目前尚未实现。此外，到2050年，泰国需要实现碳中和，而到2065年则要达到零排放。因此，绿色经济是一种约束，是泰国的生存之道。既然必须采取行动，各个领域都需要共同努力。财政部，尤其是税务厅，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还有特定的金融机构。财政部的行动将分为两个面向，金融和税务。在金融方面，财政部拥有国营金融机构来推动企业的转型，例如泰国进出口银行是泰国领先的绿色经济金融机构，绿色贷款组合超过700亿铢，并正朝着1000亿铢目标迈进，这是全国最大的。此外，财政部也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提供政策保障，以支持那些注重绿色转型的中小企业。同时，储蓄银行和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也推出了针对绿色经济的贷款产品，帮助私营部门转型。就税务方面，财政部正在进行最终的碳税审议，预计将在10月提交内阁批准，以在2024年内生效。推动碳税的概念源自于泰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及环境，友善的生产者没有为污染付出代价，目前这项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污染成本，企业将继续排放污染物。财政部助理部长庞普进一步表示，泰国必须引入碳价格，财政部税务厅正在透过征收碳税来实现这一目标，适用于高污染产品如石油等，但不会导致这些商品价格上涨，因为这是透过调整税务厅内部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现行的石油国货税为6铢，如果调整之后则变为5铢，其余部分则为碳税，因此民众支付的石油税仍然保持不变，但产品中将包含碳的价格。他说，通过实施这项税制将会激励生产低碳产品，这是一种通过税收措施创造激励的方式，推动生产方法的转变。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